啊，单身期的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啊，大家好！啊，咱大湖吼，啊，碧湖宫、乌鸡王爷、中寿宫、观音亭，啊，咱的万应公庙吼，啊，咱的联合管理委会，咱的林明钦主任委员，啊，咱黄师傅副主任委员，彭宝元总干事，还有叫咱副总干事，啊，咱这的总务委员吼。啊，单身期团队，啊，咱的总监哦林婉容议员，啊，咱蔡教授、赖教授，啊，前顶高中家长会郭会长，啊，真欢喜哦，这个所在哦，会当讲我相当了解啦，就是交南关新大田路姻缘相当深，啊，咱高雄市湖内区，啊，湖内人拢叫做大湖啦。啊，古地这个所在当然是有一个大湖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因为开发了吼、哦，地形的变化相当大，啊，但是这个位吼、哦，碧湖宫的老地王吼、哦，街头巷尾恁也加问吼，拢叫做乌鸡地王啦，乌就是人的大鼻乌，啥物乌的乌，啊，鸡啊路的鸡，啊，所以有这个乌鸡王爷吼、哦。代表当年才一定真欢迎、真热闹。啊，这个所在吼，古地吼，台南府府城台南，啊，凤山关就是左营万里关，这个叫做官道啦。主要的道路，生意人的道路拢总是。啊，这官道内底吼，较大的庄社，离府城咱大家知影行出来。拢爱停困嘛，无可能直直行。这个乌鸡这个位吼，就是第一站啦。啊，因为吼去到兴隆庄，就是左营古地叫做兴隆庄，万里关的所在地。到兴隆庄的时候，中间一个半路着。迄阵啊，阿公店西啊街庄啊，一个老人伫遐咧卖凉水尔啦。啊，所以这个乌鸡是足重要的休息站。所以当年哦。这个乌鸡是13间客栈，而且这13间客栈内底，佮有顶下、尾啊，佮有楼里下底人困顶悬。13间客栈形成的街市，那迄个年代吼，一两百年前的年代啦，这里砖卡农业是这算足闹热的一个砖头，啊，所以日本吼。统治台湾，离明治30年哦，有一个大湖的办务署啦，就是大湖的行政中心。迄阵仔的大湖吼，唔是管遮尔呢，大湖管到永安，管到罗德，管到嘉庭，搁咱湖内乡全部。还是到落尾吼，当然有足侪原因啦。温力也是一个因素，啊，地方变化了，较小看刷叮当啊，啊，其中哦，这个位会当还佫位置安尼吼，我想这3.5间的庙足重要，这3.5间的庙吼，我拄啊伫车内吼，我佫吼足清醒啊，我咧甲阮的执行长讲哦，这个所在是我的足重要台湾的地理的。啊，所以由乌鸡王爷分百几间出去，啊，这地理书内底吼，足侪人伫遮看，讲这个遐有够奇怪，就是每一年的初一到初四，当日出照着咱乌鸡王爷老弟用的额头，吸收着日月的精华。啊，那初一到初四日落，照着南关新大天路五王的额头。啊，所以君臣王爷行媒体，啊，咱乌鸡王爷行媒体，啊，但是哩，我倒手边哦，迄栋饭厝，啊，交迄间后起了，迄本来拢种细樟树啊，啊，规片拢残垣，啊，迄只也起落了，咱有炸着，所以伫民国83年，啊，咱的管理员会就甲咱的碧湖宫开始掌管，因为迄有炸着，所以最爱掌管。这是足重要的乌鸡王爷，要阁重返荣耀，开始大力发挥。
就是去予咧学校，啊，交这犯罪有炸着，所以伊个降起来三楼关。乌鸡王爷这个所在真了有地理，之前保生大帝中寿公作兴，这不是要化作老人哦去办代志的。啊，观音亭的观音佛祖，咱大家知影，地方派一定要有观音亭这个佛祖哦，派摄这新道的平衡啊。观音，咱大家知影足柔性嘛，啊，办代志拢和谐嘛，啊，咱的地方爷，派摄。看到什么代志要处理，就是要处理。啊，所以我常咧讲这三经哦，足趣味的。儿童教时代哦，保生咧预备是预到，互你会惊啊。迄去到遐哦，叫你安那，叫你流嘴酒，大家嘛惊一下。我想是咱流嘴酒咧，啊，你本身就离遐袂平安，我还叫你流嘴酒，你唔相信？迄老人嘛讲伊呢，结果流嘴酒了，身体怎啊好？啊，所以这真传奇，对阿莲传来到恁乌来到罗德。这三经盘的庙，万应公庙，咱大家知道这个位吼，下花不亡啦，古地建地啦。这哦，朱一贵啦，林爽文这美容台湾三大名片哦，这个位是古建地，这个位建地，新名就兴啦。要掠人来练兵，就简单嘛。啊，这个位建地，就是一定爱万应公啊，爱含咱哦，甲拜，甲配合，甲保庇咱。或者系正神里啊，要去大法堆，袂得嘛白卡白手。啊，其中哦，这三经盘的庙伫全台湾哦，之前五家帝王哦是咱的骄傲。台湾咱大家知影，即马拢咧流行大驾马用行的万外人啊，啊，流行白山轮马吼，啊，离庙里行啊连两哦，讲红色草袍行入来北港啊。啊，另外吼，上大阵的一团进牛团哦。彰化市公所咧管，彰化市公所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啦。市公所管十几间庙啦，彰化的南瑶宫哦，得三十几项人工价。彰化南瑶宫南瑶妈来到云南港，就是嘉义县的新港、云南港，伫遐咧进香，妈祖这三殿上大殿啦。地方爷，咱的大和尚大殿。大师安师傅张立木，较早固定五年一届往南关神回乡，伊是张立木，伊毋是李天王主官。伊咧回乡八个，安那几万人。啊，所以吼，这五经是全台湾的宗教历史吼，这叫做五大徒步进香团。其中这五大徒步进香团哦，我的感觉认识、家去了解哦。含去黄坛上大殿的对两殿上大圣，乌鸡王爷交咱了讲上济人。这乌鸡王爷当年咧进哦，这个位足趣味的啦。这个位哦做中心点，你先看到完工完中港大天路哦，已经庙起两亿外啦。吼，电报大天路、白树啊大天路、基山昆州宫。你对归人认得哦，叫龙桥山顶哦，即个地王庙背下延伸五王庙的，即个庙宇拢乌鸡王爷分出哩。而当年乌鸡王爷三个车子大洋条，去甲因通知了哦，农业时代哦，三个十六要出完哦，对三个十四开始才着咧大闹热啦。家家户你咧外无用，恁老爸恁公阿免想要做事。敢那招待吼，真百斤来吃呢？因来来生来吃过暝来回合无？对龙家王行来吃呢？乌家王爷的历史哦，上万啦，九十年前就有啊，上少应该上万九十，因为第一点，伊民国二十年有出现一个吼，恁的太阳进乌团要按环中港进乌团，迄民国二十年发生的嘛，二十年就已经有咧进乌啊嘛。最民国几年啊？所以乌鸡王爷是用要比啥？百年哦，徒步进乌团呢。只个哦，所谓的分营出来哦，恁都无甲通知，伊王爷发起来。公安老弟王要叫我做伴，叫排队。迄里风山野外，对山交海，安尼竟然汇集来乌鸡遮。乌鸡庄家所在，毋是准有超商有。
有啥物自助餐呢？家家户户大家食歹无要紧，顶下甲群内底客厅群群规排个呢。朱红家到烦恼，当年的大和尚就是遐出名，啊，而且用行的吼，而且徒步用行的，对二站人桥行过，到落尾趟到五，趟到后角，啊，甲趟过吼，咱安南区，啊，去哩嘉义吼金东店，啊，就哩遐见的。啊，金东店，王爷公啊，嘛真欢喜啊，真欢喜，就一定做大义公营，咱的乌鸡王爷咧，看伊这急速外观，金东店的王爷公啊，发起来讲，请大义迎接咱乌鸡帝王。啊，家里迄阵啊，咱大家知影嘛，迄大万几个人尔咧，恁敢惊一万人入面咧？所以家里人啦，欠人钱拢一句俗语啦。讲啊，欠你钱哦，啊，王家王爷来就用你啊，有生意做啦，凊彩卖芋饼就卖较白啦，卖粉圆也卖较好个啦，啊，就欠你钱，王家王爷来用啊，免惊啦，佮无偌久三下就要到啊，这作孝拜的一挂俗语啦，啊，对家里休息一暝哦，前往南关新大天路，啊，咱王家王爷哦，足趣味的呢，王家王爷桥顶里也无咧入面。啊，这两算啦！我问尽南关新，我老母遐个人，我问尽南关新附近遐个人讲哦，全台湾哦徒步上大殿的两顶进香团哦，太传奇了。现在乌鸡王爷哦，伊要夹路无爱入去。伊讲哦，足惊关新的老爸，敢一生根本就关新嘞，就是你车是不是从我袂见你用啊？伊讲哦。我那老爸讲一届入去，讲伊阿婆讲，嗯，最近个军心下啊，阿个走去恁遐，因为早期南军心大电路吼，即个南军心就是伫外海潮州遐，南军心里遐是哦，较早遐一个砖头，尾下只倒风内海吼，直直吹嘛，地力阁破，较倒退，嘉庆二十二年倒退来一阵，即个火穴用袂退。啊，所以南关新哦，前年迄个所在哦，李治、吴祖藩、阿福西、王存来，迄个查雕刻挂中文武六尊啦。其实六尊拢变大啦。啊，六尊哦，南关新足趣味哦。南关新迄阵啊，压刀锋呢，还得挂马刀。恁安那要看哦，即个地理恁看无啦。即摆上底还庙沿海景哦，遐较早在海基呀呢，海边的呀呢。家里因边过来拢海呢，码头港迄过来拢海呢，迄岛风内海足大，渔船啊拢伫遐咧讨海，啊，着有人去咧拜五王咯，作用啊，迄阵啊较无咧管理，哦，明前名伊阵啊着甲拜大王，副主委着甲拜帝王，啊，彭总爱就着甲拜三王，大家着小小拜，啊，爸爸就讲，我现在大概你用拜。白大红啊，大家拢掠啊，满满我拢掠无去，足后悔啦！啊，所以我伫遐咧了解吼，咧火起来了无偌久吼，南关新大天路吼，当夜就起价，调十八尊再来。所以这十八尊台来伫南关新大天路吼，拢管两字叫做开机啊，坐交因坐坐就对啦。无咧分你五尊啦，去这十八尊啦。啊，这十八尊出现一个足趣味的代志。李治吼较侪尊啦，朱王甲元龙哦，你加起来爱十八嘛？十八就是你朱王甲元龙拢三尊，剩咧是毋是爱十二？啊，十二吼，我咧讲元的十八尊再来吼，二大王、三大王、四大王、五大王、四仙，二三三仙、四三五三四尊。这个帝王去我讲哦，少了一尊呐、啊，现在少了一尊，你知无？帝王较特殊嘛，当初掠上济鱼啊吼，人讲发财神是帝王呢，迄个五王爷当发财神是帝王伊的特色啊，做生意啊，所以人足爱来拜这啊。啊，其中就是啥？迄十八仙才来甲伊我讲哦，伊唔上二三四五咧拜啦，伊的头的副总司令哦，
或者五百六帝王啦，有五百斤力啦。第二号的哦，或者六港帝王，当然足强。第三号或者宝兴帝王啊，啊，照讲来，还佫有一尊，你知无？无啦，二帝、三帝、神哦，中佫一尊，叫啥？新帝王啦。啊，我伫遐咧研究的拢，我睇迄先叫做先佫排二帝的头前咧。啊，我们是合理的怀疑啦。啊，有人讲迄个版本讲哦，乌鸡帝王应该是迄尊啦。正假君心的开机的十八星、十来星，这是一个版本咧讲。一个版本在讲，啊，当然，伊这个地方的来者，一个算哦，真奇怪啦。就是你乾隆五十年哦，其实哦，这戏班也是去外海哦，里来请做戏啊。啊，迄阵啊，管理无严，你知无？啊，这戏班啊，看话讲，这间真好，看起来真灵感，有人偷请。即阵是戏班啊偷请。啊，头请起来，惊人真，其实用假啊装起来。啊，来到这个乌家咧做中军路咧闹热的，中军咧闹热啦。啊，中军咧闹热是其实是闹热不拉干哦，看你遐，惊人来找嘛，惊人就看你遐。一说是讲火烧，火烧怎啊去遐看看的哦？拢总哦，迄较早拢查嘛，怎啊去遐看做伙哦？啊！大家咧清这哦，火灾的现场哦，看遐发光发光啦！啊，拢烧呀，那个光是啊，个火机咧烧呢啊！哎，无呢，该用脚都爱搞无烧，地方也好溜溜啦。啊，囡仔看到就伫遐耍嘛，大人无用，人去看火烧啊，囡仔看到伫遐耍。哎，迄王爷呢，甲三日关，大人拢咧关中军尔，咱来甲关嘛咧。迄囡仔就点啊，甲关都发起来啦。后来大人讲咧，教死囡仔咧，干干咧，哎，性命你也乌白管。迄大人从啊才起来管哦，囡仔饲袂条，歹势。乌鸡帝王，我听过老伯讲，讲啊咧管哦，死的人较早拢咧甘蔗的呢，咧吃甘蔗的，做有力的，比你面筋啊得较好呢。嘿，迄死的人，囡仔饲袂条，死的大人饲袂条，乌鸡帝王喊起来吼，大细人惊啊要昏去啦。迄阵啊，讲哦，我即阵灵感，啊，当然有一撮是讲民变，规个火烧，规个砖头烧的，拄啊，即阵砍袂出来。啊，有家己用伫遮，大家同我连龙庄啊，直直传来传去，讲哦，迄乌家地用外乡的惊死，四个大人，四连桥饲袂条呢，迄四个看有哪里先咯，四个加加起来无一些农业力。啊！迄四个讲都死囡仔，恁安尼乌白耍，你看你饲袂牢啊！四个大人真都饲袂牢。啊，所以李永爷一个兄了就起来，连龙庄啊吼，伊又无法等啦。咱的乌鸡帝王哦，敢若一包罗丹起成大庙，一包罗丹价就要三分之一的砖头。迄当年的作文哦，咱讲事实足严重嘞。迄认定哦，三家三老爷讲恁知啦。迄朱立伫哦，迄张良殿遗书哦，民国三十五年到九十年拢咧做主委，迄甲咱两届无做尔。迄读医学院咧，交你读这读那这呢，迄种话读册哦。有一天哦，看迄老和尚咪是伫遐咧无可奈何哦，啊，因那研究都无效，因用耶稣发起来。迄朱立伫讲哦，有请乌鸡王爷，你无远啊？有请老帝王。好，伊这年代你要知影，你死咧光咧足紧诶。用走诶来请这些帝王诶呢？乌鸡帝王去到三家三老爷宫，大显神威，虎嘴出出咧，跑棒棒诶，改改咧，几件起来改改，安尼规个病情。医生无法当解决的脑膜炎、折温，安尼去甲处理啊，好势溜溜。所以吼，中央电视读医学的人，伊现在作信帝王爷，现在作信神道。哎，迄无知识分子呢？迄医生人呢？家己咧开诊所呢？家己咧开做院长呢？先甲食膏啊，就是啥乌鸡王爷，先甲食膏啊，互伊看有对啊。啊，过来吼。咱咧进哦，迄药店几万人哦，
恁有去问遐老伯无？咱较早有叫做四卫队呢，就是以防冲突啦，就是像阵个大家嘛，将我咧抢救，这九十年前咱就发明啊，唔是恁乌家做主导呢，乌家王爷管理方个去配合原中港，原中港是咱个四卫队个庙呢，就是因爱甲乌龙旗甲乌家王爷配合，啊个啥？打两家箱啊，咱家死呢！因在当边啊，保护整个这几代人顺来顺去啊。所以原中港大天路交接关系足特殊。所以迄个年代，咱人坐到爱有这个位置特殊的四卫队，原中港五千岁是咱家的四卫主的呢，就是保护乌家王爷进香平安。但是有一颗足奇怪。咱乌家王爷，咱大家知影，伊在外口咧等，啊，进香吼咧夹路，咱一定乌家王爷优先的嘛，咱总祖庙嘛，啊，那第二轮咱应该是拢啥？太阳较近嘛，较早顺位表尾啊，恁安那拜我是唔知恁尾啊吼，咱就知影1940战争太平洋战争迄四五年从啊断香啦，断好了都也有四五届吼，较无照古香路迄种礼数啊。好，民警啊，你应该知影这啦，袂当照这。伊这较早哦，伊伫遐巡来巡去哦，照讲咱嘛是有黄金嘛，太阳这里较近嘛，啊嘛真配合。只困无够，去到太阳咧困啊，困啊到遐，所以当年这庄社大家真好来啊。迄几万人外口都要八九千人来遮咧困嘞。迄你阵去看嘛，去遮旅馆三更半夜嘛过满。啊，你话当初你集几万人来遮咧困，咱乌家王爷叫太阳这。连龙庄啊，拢保持袂歹，到业主家拢袂歹，拢会乌家王爷遮个管理员落三间庙，拢会拜托因。啊，恁遮到消化五六百个，较早拢安尼呢，啊，人嘛拢真配合，啊，乌家王爷老者也无变喏，好啊，啊，大家拢配合。其中原中港吼，即出现一个问题啊，伊即袂当讲固定人咧打咧顺，换来换去，伊咧角落是原中港时啊，是爱保护人的情绪，伊煞唔然接来角落的时哦。乌家王爷夹了，伊煞去啊抢来，第二个是爱太爷嘛，伊煞去啊抢来夹啦，啊抢过手，浑身当然夹，你夹到要，我都照恁的例啊，吼顺你主人意啊，乌团来恁都要捧伊，就捧伊啊。太爷进乌团讲，开玩笑，困下来，阮遮斗困有少的，斗住有少的，乌白来哩，好太爷就是团长啊，报备啊，团长，原中港无遐济人，咱太爷从头少年的重点拢出来。免承认啊呢，但二战航桥在咧炸，要甲闹毁原中港啊，不是大题，无照咱的古规矩啊。歹势，进河团了到遮哦，因头是讲因较济人嘛，动地方动员啦，来到遮，太爷进河团讲啊，那安尼，啊二三百个必清外人，啊咱那六七百个怕输人啊，人还佫输位呢。原中港大天路哦，靠有遐地方生遐济人，咱的地方也机器发起来讲苦啊，为着这边咱家冤家啊，翠竹迄阵啊跳安尼，乌家王爷翠竹倒赢呢，苦放肆无咧，原中港来遮咧支援，来遮咧斗老街，你都烧巴啥，同款原中港的地方也发起来，安尼和蔼拢中提。所以咱的地方爷真正行啊，食果啊，敢那喙手拍起来，伊囝歹到讲喙手安尼啦。迄老伯咧，我咧问个，伊咧讲讲，迄喙手叫我关头惊一个咧。伊讲个一支手手啊，即个去一间庙啊，佮跳安尼也得。系啊，行啊安尼，行啊就挺多咧。啊，佮来吼，咱主管吼，伫未来恁知影叫闽南宫。迄闽南宫较早朱红桥万隆啦。拢伫遐咧跋罗子的，其中因细汉的吼，有一个来遮分灵，去遐开工一阵吼，咱乌家地王，歹势去拢乌家地王咧，大大小小拢乌家地王吼咧处理代志啦。啊，大家吼伫遐咧跋罗子吼，啊请教的伤济吼，啊较早大家拢抄厝啊嘛，啊请教济咧插秧就无方便，惊火烧嘛，啊地方时代就讲。哦，啊，咱的地方也遐兴哦，咱爱来起庙呢。啊，咱讲事实的，德惠来遐哦，迄算较善终啦。
迄料鱼都好过料无鱼，才能够咸咸哦，种着种无种无落里来啦。啊，蚵仔料吼，钓起来吼，遐起苗煞起一半，啊起一半，讲啊，着有钱，还佫起有钱，还佫投啊，无免喏。无代无钱吼，有一个因家族啊，姓杨，搬出了，毋捌倒来。伊啊，找讲哦，啊，有一身敢那看起来敢那地王啊，好，佮帮忙真济啦。还讲啊，阮像阮老爸做啥搬出去啊，害我问啊，佮佫问着，安那就死啦。厝边只姓杨个只亲戚朋友哦，大家讲哦，啊，你都拢毋捌倒来，佮杨倒来，伊讲。弟兄爷讲，即个我要倒来甲拜啦。倒来讲，唔是拜哦，伊即马咧起庙呢。即间闽南宫拄啊咧起庙啦。何伊讲，就是起庙才会去我遐哦。我出去做生意，赚大钱，买一块地咧起啊。咧起，我有工地主任呢，有伫遐咧巡呢。有工地主任呢。迄个工地主任讲，哎，头家，你等下。啊！你卡都请我工地主任，我搞一个老伙仔、老哥哥啊，不是当工地啊，爬来爬去。伊讲，迄个敢那秘书员，哪有工地主任呢？啊，大行就顺着个阿叔咧看咧啦。伊讲，等下讲，等下我甲你照实讲好，无迄个唔是人，迄个神。我有特殊的体质，迄个人你的家神。你无等于问看，恁的祖辈啥物？啊！伊来拜拜，看到地王讲，啊！就即阵啊，啊！即阵怎啊？伊生理阁如英王，如英王阁出现一个大问题啦。生理英王哦，无代无志，伊住火烧厝啦。火烧厝讲有人火烧较厉害啦，厝边这边也火烧，后壁火烧，上边边也火烧，拄啊！伊即间甲人过。拄啊，敢那伊即间烧无着，伊甲佫倒转来讲，伊加出一寡钱啊，庙较紧起哦好嘞。这地方分灵，像闽南宫即阵哦，大显神威啊，这真正无地找啊。啊，特别哦，闽南宫建地方哦，即嘛真佳呀，都有人咧请教。啊，伊机件哦，有一工啊，向迄个机件要上班啊，时间到啊，大家拢爱抓时间嘛。拄啊，拄啊开始有加工具、有工业化哦，开始拢较无咧做事，拢咧上班咯。闽南宫机件有一工用走的，来到庙去甲，啊庙公公啊，现在无代无志啊，无人咧笑搞。乌龙机架来同我发出去海边啊，一个左人伫遐撞落海啊，直直行要直直去，乌龙直直夹，夹臂，直直夹臂，直直抄啦，歹势，迄个左人同我行倒转来。走到回来哦，那个机童跟佛起来在跟那个边上在看老姐就说哦，抓狗提啊，我没赶到死，我那母一斤重赶呢，那个主人跟我清楚起来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人家还要把我抓起啊，啊你还要慢几十秒我就走下去啊，啊就有人在跟我抓，抓狗提机仔甲讲，你去看我规身躯呢？去看帝王哦，闽南宫的帝王，哦，交身躯澹漉漉。迄个左人尾啊，长讲哦，哦，我来出一身新的哦，啊，七路搭。帝王是兴爱就听多呢，欺负我规身躯难看呢。啊，所以吼，咱闽南宫的帝王爷吼兴，分灵出去吼，我都甲你讲过啊，农业时代有伫遐灵。一包卤蛋出去，卤蛋泡一桶水泡要规整，医生无效的病痛拢肿起来，甚至主管阁有一间哦，足趣味的啦，讲遐饲猪啊，拢也死蛋吼，做事做无济嘛，饲猪啊是上大收入，讲足奇怪，遐猪啊拢生死人啊，人啊生十六只来遐拼甲咱咧生八只，迄个差足济啊咧，迄一笔大收入啊，恁讲爱是嘛咧啊？嘿啊！伊就原来来找咱的乌鸡帝王啊，讲恰奇怪，阮咧闲啊地理歹呢，安尼啊，啊我嘛是同款只，嘛是乌鼎菜、狗肉菜，同款用迄个鼎咧杀帝王，我甲讲鼎鼎用啊。
去啊，丁永杰大胆几撮时间甲看看，开始哦，饲猪啊，饲啊鳖。迄个甲阵人的子孙啊，讲哎，阮这是乌鸡帝王哦，用这个看地理，安啥安大招，今日才有这个成就呢，含这个伊就插着呢。啊，所以今日哦，我来到咱乌来吼，去乌江，因为这交咱龟山大田路渊源足深，啊，看到台湾哦，准足流行徒步啦，啊啦，徒步的开山做咱算有对的。保证五名来，搁头前两名啦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哦，重返咱乌鸡王爷，重返荣耀，这唔免惊开钱，咱唔免惊保生大帝啊，或者啦观音亭，这拢会当公家管理吼。大家嘛，这一撮吼，会敢那咱讲事实的啦，一撮温景哦，敢那周边的效益啊，惊死人啦。我讲为着咱乌鸡王爷去甲陈其迈做简报，我讲你个管区内底有一间乌鸡王爷吼，你唔通看乌来即个庄家区边陲地带呢？乌鸡王爷九十年前有历史哦，一万人行去到北门关个家里咧过呢。伊讲哪有可能？伊讲无可能，迄做有历史，历史根据足深诶。我讲咱来甲斗帮忙，少年啊有想要行，啊咱老辈当然看较会惊啦。啊，其实啊，研究一下啦，吼、哦，林主委、阿副主委吼，彭总也是咱家主事，哦，倒是建议啦，用也行出去，也可以发挥。啊，咱行古洋路，和咱的中爷，不是咱乌鸡王爷，保庇咱乌来尔，保庇咱全台湾，保庇咱大湖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感恩感恩感恩！哦，谢谢你。哦，精彩。哦